所以说这里一只、嗯、看到吧、嗯、这里还有一只哦，看着是一把青刀、嗯、看着很简单的、嗯、它两个是挡在这个，一个是弓，弓反正我们给你介绍一下它这个雕刻，它是阴刻的，你仔细看你们好，刻进去了吗？刻进去了，它不是那撞的，它是片雕把它挖掉一点、哦、它这个优点是精细，但是缺点就是这个下刀不能后悔哦，所以这个是所有雕刻里面比凸出来还要更难的，看着简单，这个因为你刻了之后改不了，嗯，就是我们说陆地有声这个样子的，嗯，好，看着这么简单的东西，但是它精工哦，这个应该是属于皇家级别的，你看这个刀包看着它是一个整体，是一把，好，实际上它这里面是两只刀，两只刀。